我被我妈妈禁打冻两年了，看到我的鼻环，她觉得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看。那你跟男朋友就不能怎么样了？那就禁打冻两年。那我问你一个，画家老公是谁？你知道吗？谁不知道啊？插画家。我们才十八岁。你好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你认识我吗？那、你呢？也知道。哎呦哎呦，想说要不要做效果，说维里安啊？哦。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没有化妆的维里安，你以为是维里安来的呀、他们那边说，就是那个长得很像维里安的啊。对，刚才有人在问。我们刚刚有碰到一个穿蛇，你是穿鼻环。我想要这个大家接受度最高啊。是吗？有吗？没有啊。穿鼻环一般不是穿在这里？因为大家说像牛啊，所以我才不敢穿、那你觉得你这样也比较好吗？啊，我追求漂亮的嘛。啊，你有没有穿？没有。没有穿了、好，我检查一下。他是说内衣啊？他不用穿。这样算性骚扰吗？是哦。当女生只要有觉得不舒服，这都成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刚会不舒服吗？不会啊。那你很舒服吗？如果你，那你是真的没穿吗？那你除了这里穿，还有哪里穿？我被我妈妈禁打冻两年了，看到我的鼻环，她觉得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看，禁我两年打冻。那你跟男朋友就不能怎么样了？你干嘛？对啊，那就禁打冻两年。我是有听到你的痛经了。我是在疗愈自己啊。那你有被虐待狂的？你要做一些刺激的事，才会觉得有想活着的感觉啊，没有吗？哎呦，好吧，变态变态。但我懂他，就是想要去做一些在身体上面让人家印象深刻，你就觉得你穿鼻子我活着。是这样啊？对，是这个感觉吗？只是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40岁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烦恼，就是太冲动了。那我会改。他跟你一样很北南。人家说我笑声很吵，我的笑声也很吵。那我们一起笑一声，一二三。就有人说我很吵，然后我说谢谢你们建议、批评跟指教，但是我不会改，不会改。你也是这样、对不对？对。同班的吗？没有。那、怎么会一起？我们高中同学。对、其实好的都是高中同学，大学都假友情。他们才认识一个礼拜就可以在那边庆生，我就觉得怎么做到的？这个只是爱玩的、爱货，是不是？那叫假面朋友，也可以啊。比较假面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博士也可以一颗分三口吃，然后其实我一张开嘴巴可以吃两颗。那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心情不好？也没有啊，看来也不用心情不好啊，就只想看海而已。啊，本来他心情不好，只是自尊心很强。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因为他心情也不好，带来这里，让你们心情更不好。就大学很不如意啊，大家都在读书啊，我一直在玩啊，啊，我快被当光了、我微积分考18分哎、那么高。100分啦，我知道。然后那个老师还记下我的名字，丢脸，少女的烦恼。他没有车，我都会跑到燕巢去载他。我很远的燕巢，跟刚买摩托车在训车啊。是宿舍住那里、啊，请不要把我认为是燕巢的。那你哪里的？又更糟哦，平原，快掉到屏东了。掉到屏东，好远哦。你有在打工吗？早餐店，稍微切蛋饼，阿姨都会要求我把蛋饼切到同一个大小。他说大小块又不好看，然后所以我现在超会切的，我一个蛋饼会切8块，是真的有距离的那种。早餐店的生意都是靠我捧起来的。客人都会指定说，我要那个小姐切的蛋饼。那你做多久？我做了3个多月。所以他3个月前的生意都很差。可能吧。可能吧。就什么都想归功给自己啊。老板跟老板娘请到你，有很开心吗？有时候我会在想，是不是大雷包啊？大雷包是什么？他很会切蛋饼，可是你跟他说什么是雷包？就是一个箱子里面装黏物，就是大雷包。对不起。什么莲雾？莲雾饼，大家看到我都会说，你这个不要那么写。你这个莲雾是还没成熟的莲雾。你的鼻子是漂亮的、啊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因为我也是莲雾。他在同学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会怕别人那个啊。那你让他讲点话好不好？对啊对啊，我们都忽略他呢。拍谁？他现在想我没有穿内衣，我好冷。他在同学间是什么样一个人？很疯啊，好
关，就是相处起来没有压力。但是他是上大学的时候，好像很多人不能理解他。没关系啊，我理解他。肯定理解就可以。好暖哦，要哭了。怎么这种人？抱一下，抱一下。现在吗？啊、不然呢？你不抱我抱了。因为我很冷，你会抱我一下。好冷。你的外套可不可以加穿？真的吗？不要，人家没穿内衣。你跟家里的关系好吗？很好很好。那他知道你现在的困扰在哪里？妈妈叫我休学，因为妈妈说我读得很痛苦。哎呦，妈妈这么开明哦。妈妈还说我如果微积分被当掉也好，至少重学一年比较扎实。哦。你们以后要学着点啊，不要为难自己的小孩啊。我妈有问我要不要去表演方面的，但我觉得我没办法，因为如果我一上去荧幕之后，大家都叫我你先去整你的龅牙好不好？你哪有龅牙？有啊，我很微龅啊。哪里？不要叫我露出来。好不好？没办法。然后我现在讲了之后，大家都会盯着我的牙。不要特写我的龅牙哦。啊！我的血牙。那我会去按影片的导赞。爸爸跟妈妈对你很好吗？他们不能看到那个影片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些事情没跟他们讲啊。哪些事？我刚才有讲到吗？自己哦，自己啊。很多吗？没有，小小的，只是这个月要预约一个。那我先加薪。好了啦，不要。问他刺青，他说我觉得还是不要啦，哦、所以我现在还没准备要告诉他。他只是说不要而已，满三个再告诉他。欸、如果我真的有这个女儿在身边的话，我一定会开心，生活绝对不会无聊，不会寂寞，真的也蛮适合走演艺圈的、哦。妈妈说我是艺术家特质。演艺圈也是艺术家、啊，画画的。嗯，我是画画。那画虎烂吗？画虎烂。画虎画烂。那我问你一个，画家老公是谁？你知道吗？画家的老公谁会知道啊？插画家。我们才十八岁。那你一定要听一件很扯的事。我以前就会画插画，我朋友跟我讲什么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当插画家，因为插画家都长得很丑。”插画家不用露脸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骂那些什么弯弯啊那些的。是啊。当下讲了，我就开始觉得，这么丑吗？欸、有追求者吗？你如果交了男友，你是不是刺青也要跟他讲？讲啊讲啊。啊，他要是不支持哎、欸，然后你又在这边烦恼，那就找一个支持你，或是那种恰灵恰红。那我那个我也不行、欸，好吧，我也比较难搞啊。你看，没有要问到底就是这样吧。对，你们手机帮他订阅一下啊，订阅订阅一下，订阅一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订阅那么多啊？算多吗？已经快20万了、欸，哎，这样会很多人看到我哎、欸。他刚其实一开始会愿意让我们访问，其实是因为觉得我们订阅率不高，他就反而是还干快20万了。拍谁啊？因为我都看那种做菜频道啊，什么处女座妈妈的琐碎日常，阿坤的水族箱，他们养乌贼。我跟你讲，我还会熬夜看，看乌贼在那边飘啊，真的蛮无聊，超好看的。啊，超好看！好好看啊、你不要拍你，我没去弄乌贼。真的，那你给他个祝福好不好？换祝我微积分不要被当。我去跟你教授讲一下，他去讲，他口才比较好。拜托你，就微积分没被当，其他全部被当了。你要不要祝他什么？我希望你频道成长稍微慢一点。没，不行，没。可以看，你先不要订阅啦。不行啦，我觉得你们俩可以结合哎、欸，不要去切蛋饼了。欸、我录到现在，我没有想要加人家脸书，我第一次想要加人家脸。加一下，加一下。你用脸书的。没发现年轻人都用 IG 啊？哎、欸，真的，嗯，很开心有没有？然后觉得跟他讲话很北南很。真的很智障，你觉得你很智障吗？其实你前面播了那么多，你只想骂我。好啦，谢谢你，那也希望你之后考试都顺利啦。我们一起不务正业，好不好？不务正业，耶、yeah! ！哎、欸，高林，刚刚我们在中山大学堤防那边访问到那些学生，好棒！遇到跟我们笑声频率那么像的，希望观众也会喜欢。在西子湾这边，旁边很多的渔船还是游艇，还蛮多人在喝酒聊天的，感觉应该还不错、嗯。其实我们台湾是游艇王国，很多世界各地的游艇都台湾制造的，在世界上非常有名。
我好像听到有音乐的声音了。你觉得怪怪的？不要。你觉得怪怪的？不要不要。真的吗？没有没有。那就不要。不要。半夜嘛，半夜。有看频道。他们是观众啦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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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林趴。刘林趴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刚远看就。哦，远远就看到我、啊。对啊。哦，真的、啊。险了。可以聊一下天吗？来，你上来。我们下去，我们下去，去一下，应该还好。不好意思，打扰打扰。哎呦。等一下。有没有毒品？没有。没有。我没有嗑药啦。做这个夜场去，哇、欸、好棒哦、喔！也太多人了吧？而且他们全部都有看过《不务正业、啊》哦，真的，我在看的。我想要先问清楚，因为我们也很怕船上的人藏，我们就抓了。不会不会，我们都是非常单纯。我们先讲一下这艘船是谁的，我的。所以如果有事情，我负责。刚刚在那边他说，哎、欸，不要过去啊，那会不会怪怪的？因为小姐太嗨了，可能哎、欸，啊对啊，听起来有啊。国丁，你对正常人说游艇趴，就是可能会比较嗨一点。他这样，开船出去，然后吸什么的，完全不会。我们是非常单纯的，我们搞这种东西的。但我倒喜欢这是。弄这一艘这样大概，因为我们这艘是台湾制，造价的话大概3000多万。三千多万，有3000多万，我就买个房子，买个游艇。要租一次船，要出海吗？还是就停在港口？我们现在都会开始慢慢规划小琉球的行程啊，接着旅游，然后春帆会到我们的澎湖花火节活动什么的。所以其实现在很流行的，年轻人现在开趴不一定都会到什么 KTV 啊或者什么，哎、欸，现在船趴很流行。年纪轻就有游艇。对啊，我们本身是在做航海设备的，这些都是好朋友，都是高雄人吗？还有位澎湖人，小网红罐头哥。哎呀，知道啊，罐头哥。你为什么知道？没有，我随便讲。罐头哥在澎湖都在做些什么？船舶业、拖曳伞、南方四岛潜水，也是为了观光在发展的。对对，我们是为了带旅客看到更不一样的台湾。如果没有搭船出去的话，在陆地上进行。这种恭候天啊，想不到这边探级啊。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美的台湾，因为台湾有太多太美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发掘。哦，这还真的。像如果说我们潜下去看到珊瑚礁都白化了，那你会觉得很心动？那我们是。哦，我还是希望看到很美的，希望可以对海洋更环保一点、啊、爱护我们台湾的海洋，也要把吸管、塑胶东西都可以用吸管。那罐头哥问你，你喝饮料会用吸管吗？尽量减少塑胶的。他喝饮料没用吸管，他喝酒用吸管。没有没有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些不正经的？这我不想。哪一个人讲话最好笑？最好笑的是哪一个？但是我刚刚看他一直很安静，他都没有笑。可以大家一起问，这样才会比较好笑一点。没有，你们到现在都不好笑。可是好。好像我怕要剪很多钱。不会啊，我们不会剪，我们不会剪哦。哎、欸，我刚才腿脚嘛，上次当雕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你那天也在里面吗？在另外一间。哦，在另外一间。靠腰。那其他人是做什么的？他是篮球教练、啊，这种身材可以教得好吗？因为你不讲，我以为他是教做菜的。那你喜欢我们频道哪边？很自然的、啊。你觉得这个频道好玩吗？蛮好笑的，因为他一直想说不拍了啦。你们觉得不拍了、喔？对啊，不拍了就找别的频道干就好。你们应该有一个群组吧？群组叫什么名字？恨。恨哦、喔。然后群组里面有32个人，可以看它里面都放什么吗？可以吧？看一下。会不会拆散很多家庭？这一次来高雄，零零碎碎有遇到一些粉丝，就是一群叫我们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开心，会觉得哎、欸，我们的努力有被他们看到，很开心呐、啊。然后会觉得说，我们努力制作出来的节目有人在关注，那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。这样说，大家远道而来看一支香槟。好来，来，哎，对，国林，来，只有一次机会，你不能落赛，你先演练一次好不好？好了，不务正业，不业这样啊，好，要先不再业啊，不务正业，啊，业。